台阶高度，公共建筑室内外台阶踏步宽度不宜小于 0.3 米，踏步高度不宜高于 0.15 米，并不宜低于 0.1 米。踏步应防滑，人流密集的场所台阶高度超过 0.7 米并侧面临空时，应在台阶临空一侧设置维护栏杆或栏板。台阶一般是指用砖、石、混凝土等铸成的一级一级供人上下的建筑物。台阶的构造与地面相似，面层应采用水泥、砂浆、地砖、天然石材等材料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不允许设置踏步只设一级台阶，至少要两级，因为台阶的上下地面高度相差过小时，行人不易辨别，容易跨出虚步而伤及腿脚。